马英九选情紧绷，国民党安排马家人来辅选，越来越积极。继钟美青投身辅选之后，马英九的二姐马乃熙也开始扫街拜票。至于颇具争议的大姐马以南何时会出面辅选，国民党说暂时没有规划。马英九二姐马乃熙再出江湖，帮立委黄志雄辅选，也帮马英九拉票。第一站从菜市场出发。拜托，马二姐走进市场，逢人就握手拜托，还一边发放平安符，希望争取选民认同。拜托，继周美青之后，马二姐出面辅选，却不见大姐马以南，是不是因为争议太多被下了禁足令？大姐会出来辅选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跟到马大姐，其实大家和她民间有很多的好朋友，所以大家她私底下其实还是有跟他们很多自己的朋友都在请托当中，只是或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正式的菜市场拜票。国民党打出妇女牌，却不见马以南，因为他多次涉嫌官说，争议不少，就怕拜票适得其反，这次大选改走低调路线。从马英九姐妹系统看来，马以南、马乃熙比较常在媒体上出现，三姐马冰如、五妹马丽君定居美国，鲜少公开露面。但国民党也证实，他们将回台帮马英九扫街拉票，巩固妇女票，帮助蓝营胜选。好，我是陈建豪、朱少龙，台北报道。